你承认自己是虎妈？虎妈就是那种很严格，严格，对对对对，我是算是严格。所以张智霖是猫爸，就是比较柔和，很温。他是我的大儿子，所以我有两个儿子，连爸这个都不给他安身份了。对，呱呱呱。老实说，见习老师在我们这个节目还真的挺难当的。为什么？看来他们很顺利。对啊，你们没有觉得他们是熊孩子吗？我觉得之前的杜海涛和沈梦辰真的被他们折腾得够呛。他们两个没有小孩。哦，难怪。没有经历过。对对对。可你们俩的孩子都很乖啊。还好吧。乖的背后也是有很多。哎，你不要这样说我们 Jasper 好不好？哦，你们 Jasper 现在是吧？当然了，开玩笑。哎，我家有个女儿。哎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未来亲家正式。